看来只有物资。看你打牌是一种享受，看你发弹幕也是一种享受啊，我们互相享受吧，兄弟。你好，虽然他一开始下我血下得很快啊，但是不要怕，他这个重印用完相当于他就没有伤害了，相当于他没有天赋，我们比他多个天赋呢。好痛哦，没有药了，耗不过了，买个药瓶。他打女人厉害，他打女人厉害，我又不是女人，所以说这把他不会很厉害。先升个四级再跟他打，我们有药啊，他也有药，他传送回来的，再扣一下。A Q， 直接套点盐，这一波他走不了，他必须跟我打，他没有闪现，他这波他走不了。哎，怎么变卡了？哎呦，好卡好卡，又开始卡了。哎，我就发现每天吧都会卡一下，然后就得重上游戏，重上然后就不卡了。1134，这波不推，救一下阿姆姆。你要跟我打，我五级，小伙子。交个闪吧，扣减速。没事，他应该追不上我。自信回头，有些兄弟可能不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回头，不知道对吧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回头。首先，这个瞎子刚才我不知道他的 W 到底好没好，如果他刚才直接回头 W 射题，我就会被玩死，所以我提前预判他会往回 W， 所以我往回走了一小步再往前走，明白吧？但是这小子吧并没有往后走，没放还是没好，我不知道。不过我有闪现，我怎么玩他都是死。没听懂，怎么没听懂呢？那说明你理解不够啊。杀个蛇吧，中路又死了，杀个蛇，正好这蛇没有蓝了，把这蛇杀了，点盐套上得了。可以，还勾引出来两个人，不错啊。这波拿个双杀，我的收波过路费啊，兄弟！没想到啊，居然买一赠二了。一会儿等我们死了重上一下，太卡了，我那补刀都慢半拍。你走吧，我走了。我们来个九头蛇先，八分钟九头蛇挺好。哎，其实我想买个红宝石的，买个红宝石吧。他怎么又跟我走了？你晚点跟我吧，你先跟打野。你现在跟我，我这等级起不来。
又举报 AD 呀、啊？要不你别害 A，要不你放过 ADC 吧，别玩辅助了。放过 ADC 吧，行不行？看来只有物资。重上游戏。瞎子杀了6个人，我这一重上怎么就变成这种情况了呢？突然之间，你要干啥呀？来来来来来，跟我来！那瞎子很脆的，没事。瞎子装备不错呀，先把瞎子杀了啊！给我点颜值700块钱，可以走呗。这蛇子有没有大呀？哎，好大，扣死他！给加速，上我身呐！你上永恩身上，你上永恩身上，这能追得上吗？W1Q 九头蛇，他回来。别怕啊，瞎子来了，瞎子没大，没事。哎，不行，这边应该死。女枪来了，女枪要没来的话，这波我们就无敌了。Nice 啊！干啥去了？勾引一波啊！哎，可以。不知道这蛇女有没有大啊？我们过来，别让他给我们包进塔。Nice。再打个蓝 buff， 下波团战我们无敌了，已经差不多有点打回来了。其实这把的队友还可以，尤其是这个永恩，先杀蛇女啊，扎克，我估计他往上走了，可能。呀，往这边走。瞎子没死，开他们一波，要一圈啊，要他一波视野。这波我一个人打他们3个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先杀女枪，这是有持续虚虚的人。再杀射体，带我。我不掉血，小伙子。干嘛？又变成粑粑了？打死粑粑人！这波我们拿大龙，兄弟们。算了，我上高地吧。我这峡谷先锋
你给他放了得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要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粑粑人儿，有须须吗？粑粑人儿，一波了，不墨迹了，没事。费点劲了呀，好像。算了吧，打个红的吧。你要红啊？你个 ADC 要什么红呢？他这把也挺惨的，不行，给他一个红吧，给他个红吧。希望能让 ADC 感受到一下，哎。这样就不会少了一名 ADC 的玩家，我们英雄联盟国服的 ADC 就会多一名玩家，多一名玩家就多了一名有可能上世界赛舞台的 ADC， 加油！蛇女儿搁这儿呢，大蛇，大蛇。170块钱，一波不一波，让我看一看啊，一波了吧，嗯，一波了吧，拿下了，这个瞎子啊，从6-1一直。让俺们杀到就是只剩100来块钱，给大家来个飞机抽奖啊！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Sexy, yeah.